观众在本轮的投票继续选择了张宇，那么他在后面的环节是否可以摆脱嫌疑，到底他是不是大忽悠，您接着往后看，一会儿为你揭晓。张宇加上一把叉子，对，这个人太红了，没有办法，天下的事确实是很难说的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喷完了吗？哎呀，郭老师啊。哦，这怎么会喷到您了呢？这是言多语失，嗯，言多语失。张宇凉吗？凉。哦，那就完事，没事了，嗯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首歌。灌醉，啊，歌里边一直央给人，你帮我灌醉吧，是吧？先和人高兴，喝点酒常有的事儿。也有人喝多了，但是喝多了问题就来了。请问，人们醉酒之后通常会怎么样？张宇，你必须先回答。好，有一种是就是睡不着觉的一种，哦，就是惹事儿的那种，打架闹事儿。还有就是睡觉的，哦，有睡觉沉默的。对，这两个你挑一个。还有干喝不醉的。那就得呲他一下了。你在睡觉沉默和打架闹事里边挑一个吧。我觉得喝酒闹事吧。打架闹事是吗？对。恭喜张宇500分。三平老师，睡觉呗，那就睡觉沉默。沉默。哦，刚才张宇甩一个，或者是哭的，痛苦。你想好了吧？是睡觉还是哭？哭，哎呀，痛哭流涕，你哭了，哎，哭了。来吧，给痛哭流涕的陈老师加上一个400。痛苦啊，对吧？海明威，会乱说话，不停的说话，对，改话痨了，对。好，来加上200分。哇，这么少。石梅，我觉得最讨厌就是喝完酒骂人啊，吐什么的。哦，吐可以，那就吐吧，吐吧，吐吐就吐了啊。来，给石兔梅加上100分。标准答案是这样的：吐100分，不停说话200分，睡觉沉默300分，笑或哭400分，打架闹事500分，继续喝600分，胆子变大700分，吐露真言800分。我们来看一下分数，张宇2000分，沈丹平2400分，海明威2700分，石梅2100分。每位30秒的时间到台前来，真情告白，说出你的心里话，让他们别选你。来，我们从张宇开始。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宇。这个，今天呢，游戏已经到快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面给大家就是三十秒钟的告白。我想跟大家说，我不是大忽悠，因为这个导演看中了我，就是金粗，这个不是看中我，就是每次来到这里说觉得我挺诚实的，所以说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我不是大忽悠。而且从分数上看，我要如果是大忽悠的话，我也不可能说得2000分，对吧？好，谢谢。谢谢张宇。沈丹平，尽管他们好几个人都猜我是大忽悠，但不是，因为我以前当过一回大忽悠，那滋味真不好受，我再也不想当大忽悠了。而且我跟大家说，我不是大忽悠，请支持我。谢谢。海明威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兴奋吗？因为我心里什么都没有，对，没有什么心计，没有什么心眼，因为我屏幕上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大家就这样子啊，喜形于色。对，所以我绝对不是大忽悠，大忽悠就是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好，这样啊，石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们的双眼是雪亮的，我也希望朋友们能相信我，我不是大忽悠。谢谢。每个人电脑上都显示出他们的得分。此时此刻这个分数就是现金了。我跟现场的朋友交代一下，待会儿您选的时候，比如说您选了海明威了，一下选中了，海明威确实是大忽悠，那么很遗憾他分文没有，剩下那三位按这个数字拿钱。但如果说明明是海明威，你没选中把他放跑了，他这个数字乘以3，拿相应的现金。我们上面封顶到5000，你要拿钱了，剩下三位就没有钱了。
就这么简单。来，拿起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项一项来看一看到底是谁。最后关。本轮投票是最终的投票，经过了30秒的真情表白，观众的选择最终仍然选择了张宇。电视机前的你如何选择？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？马上为你公布。现在选的是张宇。对，就因为我穿的多。张宇今天苦大仇深啊，吃了迷罐气儿走，待会儿走就把这钱整一下啊。现在你们又选了张宇，无非是两种结果，一个就是你们选对了，确实是张宇。还有一个呢，你们各位被真正的大忽悠给忽悠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让真正的大忽悠现身，我们也想知道是啊，到底是谁？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谁是，请把右手伸出来。听好了吗，张宇？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就把右手伸出来。啊，准备好了吧？哎呦，好像这感冒。一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右手啊，三，你还等什么？恭喜石梅！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石梅是如何忽悠我们的。我真的还想再接500年，太深沉了。你是瞎子的？瞎子暗香。我们来听一下，有点掩饰的意思，他还故意刺自己呢。对，我觉得我是吓的。我还有哪些嘉宾曾经被冤枉过？沈老师应该是海明威。我觉得讲真心话，我真的我怀疑你，沈老师。我感觉是海明威。北京太热了。张宇。我觉得还是沈老师。我觉得有点像张宇和红衣，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我老师。你们也认为是沈丹平老师？对。请我们的获胜者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面去。谢谢石梅，谢谢三位不要走，感谢三位嘉宾，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下周日晚同一时间，辽宁卫视到底是谁？不见不散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喊出那个字来，刺啊！谢谢。我也不想装糊涂，却又不得不认输。错过的情人，还有谁能够留住？我也不想装糊涂，却又。来